哇，这个不，哎，这个让人家很冲动的，这个已经讲完了，我再听一点故事。有你关时间无？还有呀，我听你讲那么久，那讲一段就好了。好，来，花样多放着，今仔伊无落过通用，直接入去吧。咱讲这个花样多是安那会遮出名，是因为孔明先生。孔明先生，伊知影讲这个曹操带领83万的大军下江南，来到赤壁江的时阵，去中着孟统的连环计，火烧连环船，造成曹操83万的大军烧死甲死海片野，迄老生蚝。开始对黄昏起风，开始火烧烧烧烧到深夜三更的时阵，曹操点上兵马，一拍起来剩无两千。咱来讲到这边的孔明，新大将开始对罪主将过，赵云、关羽以及张飞将将来到。细场头前遐，一个一个开始领哩。这个军师孔明讲吼：“赵子龙，你领3000的兵马去到乌南所在埋伏，只要看到火云，你随时冲杀，冲落来山谷了后，曹操败兵来走，你唔免追。安尼就算你头功。”张飞我来，我一声军师，啊我来，哦你还搁较快我。你去到这个葫芦国的所在遐，同款，予你兵力3000。曹操兵马来到位，对国口封条呢，围三面，剩一面来走。同款，伊若走就好，你也免追。一挂鼎鞋仔，你甲捡回来，就算你大功一件。再将将李丰、李干规个拢总派兵出去了，剩一个人伫遐咧听，哪想哪袂出去。请问军师，因何这边无派元武出兵？哦，关将军，我是惊讲这边若派你出兵，我是较袂放心。关云长问一声，军师，你有啥物袂放心的？曹操是你温情人，假使你若看到曹操。我惊伊讲你会放伊离开，袂将伊掠倒转来，所以我袂放心哩，唔敢派人予你领兵。这个时阵，关羽讲，我参曹操的人情，老早就已经定立了。自当时斩李平马跑、斩颜良诛文丑的时阵，我人情已经答你，我甲这个曹操已经缠无到水无流。孔明讲：“你有啥物证据来说明讲你是有这个决心？”关羽原立军令状，假使若无抓到，拄到曹操，要将伊个人头赶转来，我原军令处置，我的头壳互你挂伫个水塘。这个时阵，孔明讲：“军令状写到1200字，我是会使放心啦。”好。伊好，关羽唔好咧，安怎讲？啊，假使这个军师啊，曹操假使若无对华阳到来，我敢原来就爱，伊就头壳挂咧细边。哦，是安尼。君主高官，曹操若无对华阳到来，我任你处置，同款伫军令庄寄主公遐。双方讲完，军令庄写好势，脚无手断落去了。关公欢喜甲随时带兵离开，去到华阳都咧埋伏。咱来讲这个曹操带领83万大兵，死甲剩2000，来到这个乌南所在，一日落来，哇、哦，欢喜啊！哦，切开一个，我开始大笑。哦，这哦，我笑孔明无够，安怎讲？假使若伫这个所在，才凊彩埋伏一个300-500的兵马，我就死惨了。大大笑三声，嘴都还袂合咧，发一声杀啦！杀人！赵子龙、
赵子龙重扳破九啊斗，千军万马敢若迄个啊，我死咯，开始怎啊领兵马一路走一路走，两千四甲剩无一半。一个走到这个葫芦岗的时阵，大家一个休困尔，点点就挂，剩无一千八百，还佫无够，准备开马，食马肉，准备掠妖，大家种种开始。款好势，煮好还袂食咧，安怎？做差不多笑啊！我笑酒如无够，若有诶时阵，即个时阵一支兵马五百个就好，咱着高某甲侪钱啊！说人讲即个所在无人，安长飞到伊啊死咯！长板桥迄个所在去哦，翕无死，啊呾一声，规船起了了啊，搁走。做即个兵匪讲吼，去走，军师是叫我卖堆，啊若无绝对无留你活命，收兵。将咱倒转去，来到华阳道的所在，四处看看，啊，这个所在好加济。游完，头前遐有点火军，这绝对是兵丁之地。这个所在无兵嘛，咱对华阳道行，做出带领二十七个，是啊，剩二十七，两千四啊，剩二十七，哦，兵僚做出另外剩二十五个呢，来到华阳道所在一个看。啊，无人啊！吼、哦，大家小休困一下，啊，若无要走来吼，总讲不枉台戏，会喘就喘死。做做一个心肝较平定了，好、啊，丞相，唔好阁笑啊！你阁笑咧，咱就死了了。好，卖笑就卖笑。啊，这个时阵，家属若看病，才真正一支兵马吼，咱绝对无甲一个哇。谁人讲无？俺周仓伫遮。邱聪在遮，邱聪在关路在遮，走！阿伯无路要走，关路伫遐来啊，有看无？有啊，伫遐胭脂赤兔嘛，青龙一月都在你头前。主公，你讲话这啥？名一。主公，这个关路吼，欺强不欺弱，欺上不欺下，去甲讲好话，看会当放咱一条仔生路无？这个时阵，干心哪笑，做错哪笑哪笑。哎，关将军近来可好？真好，近来安好安。现在释龙尼对你百般礼遇，设立温情，立马铺布了。阿无啥啦，较好礼数咧啦。啊！若无你嘛放银沙，要抬抬我做错一个。关羽点点想讲话，目睭微微啊，边啊小瞄一个，体谅燕国岛就有人拄下来啊。搁收倒转。这个时阵做错，忽然间计上心来，灵机一动，问一声：军校啊，你是读春秋？你可记得《民主二路篇》内底咧写什么无？你希望老夫来做主力无主，还是来做好家呢？这句话问甲非常的嫌弃，什么意思？《春秋》内底写两段故事，好家来打伊的徒弟黄龙，下钱的绝招。落尾，伊迄个徒弟翻倒转来，用伊个剑法将何家射死。这件代志，明主有话说。伊讲，就是因为何家要收徒的时阵，无注重品行，乌白收、蓝三收，品行无好，蒙恩背义迄种个性，你也咧收。所以今日去予你个徒弟抬死，你家己爱负责任。然后伊即个讲另外一段故事。古早朱雀女子参这个吴公两个人，两军对敌的时阵，朱雀身躯着伤，无法度靠近大阵，坐伫咧大石头遐，伫遐咧切开咧休困的时阵，伊来问伊的车夫讲：“即嘛对兵这个是啥人？”这个车夫甲伊讲：“对来这个正是吴公余承庆的余。”哦，啊那伊对来，我的名还搁伫咧。车夫甲问讲是安怎？因为这个武功，伊的剑法就是向我的徒弟温公学的。我咧收徒弟的时阵，我会知影伊的品行安怎，所以我来收伊，
做土地，我正法教，当然伊可以教的土地，同款的注重品行，所以稍等下来，伊会对我君子对待。车夫无啥物相信，即、這个时主教家讲，你好好往那底下遐训练，大家看你就知。果然无外久，一队兵马到位，武功一个到位尔，一个看到哎。算起来论辈分，爱叫你师公嘞，安那讲，我着无咧硬硬啊去做师公，无，我是师傅。阮讲的正法是你写，是你所传授的。我今仔日无迄个理由，用你的正法来甲你写是。问题是咱今仔日两军对阵，各无其主。我将令在身，袂使当伊无交代。所以讲，我将这个箭头压掉，你收我三箭，我着倒当伊交差。全安尼讲完了后，这个蜈蚣将三个箭头拗掉，然后靠近大箭，咻咻咻，三箭射完了后，主角无受伤，安那无对身躯射嘛，好好全安尼倒转去。所以这个时阵做错，来问这个官文长问讲，你希望我夫是来做何物，还是来做主角？意思是啥？你若开我。啊！若安尼，我做错就是何解？我失言不清，所以苏东时，我才会对你百般礼遇，才会礼遇，让你今仔日官府，今仔日你花用刀来害我，稳将首报。恁前答，你可答得完吗？这个时阵，官公就听完了哦。来人啊！一支兵射进路边摆开啊！这阵就算我将军，这回去头壳爱落地，血为消瘦，为人食赞。全安尼一支将射箭摆开了后，这个左手发枪，毙了。开始乌哈手右手是全走过，无外久，丢了去阿爹到位。这个时阵，官看到张辽，心肝就咧想讲：我变奈会当，把这个张辽来当作讲，我是一个忘恩背义的人。唉，张辽请，全安尼连张辽27个拢总放掉，倒转去了后，这个孔明开始点将，论功劳簿，张飞、赵子龙，将将拢总落功劳。一件一件，一个看到关羽伫外面回来了后，众将官甲关文我迎接关将军一个出来了后，规阵排两边，哇！大家做伙喝彩，咧欢迎关文长，关文长一个上来水头相气，孔明就明知故问就问声：关将军，恭喜贺喜！关城大功，立大功了，请入细兵，好好记你功劳一笔。关文长，双手抓拳，请军师治罪。哎，关将军细笑了吗？哪里？做错无对花样都过，啊那安尼，三人吃罪，对呀。做错有对花样都过，关将军你将伊放去吗？请军师按军令处理。来人啊，先定！这个话娘，将罪犯关副长押出辕门外，斩首示众，以儆军令。擂鼓落去了后，三通鼓准备要台开始，一边人发，刀下留人啊，这边发，刀下留人。一路花一路花，规阵规阵咧做场头前遐，流鼻出来。军师啊，元帅啊，啊若无我甲你跪啦，哎，主公请起。有分啊，礼节有分。啊，苏东时，阮在桃园三结义，无求当年当月当日当日生。我但愿当年当月当日死，今日五帝分长元君令应当处斩，那安尼，
天平，但愿伊地中有风度。君子啊，我张飞嘛要陪阮二位阿兄死啊！袁文忠，今日有你二位兄弟为你求情，这条旧暂且记下，日后再犯，量罪并罚。退堂，咱个这段话音都就结束了。好，感谢今仔日，感谢。把时间给拖到这么晚哈，不晓得五分给大家 Q&A 一下下，有什么问题？啊，那本还没卖出去哦，有人要卖吧？有没有问题？大家可以讨论一下，因为会给暗分开，要到点嘛，要竞争也无遐快。有没有问题？我们也是。有没有？国兴兄，你来，因为我无法度 ending。那还有相亲时多哈。来，有当，今仔伊的故事甲即幅，就看出伊的真功夫。所以吼，伊唔敢讲伤侪幅度，也就是表示，如果你会当搁较用心，通伊安尼时，去到每一凊彩一间庙的一幅娘啊，应该是讲袂完啊吼。所以。不管是迄个关云长的故事，吼、哦《三国演义》的内底任何一摆，我想拢会使。你私下啦吼，听讲伊的册内底拢有啦，那你讲伤济，册都卖了，卖袂出去。其实咧，替家己找借口，一定的册拢无来。来，啊，唔知有啥物，还是你任何一个想法，我当个考验呢？会快紧啦。靠雷的孙豆，我买画球球。那台湾的庙宇，你最喜欢哪个？去哪一个庙？台湾的庙宇最喜欢的很多呢，因为每家真的每那个像刚刚今天会被我选出来的，都是我心目中值得跟大家分享。那三峡的那个哦，周淑苗，他那家我喜欢去。那要怎么看呢、啊？因为我们去看就看就挑看看，我们真的都哦，你就头壳哭哭的，你就知影。那个好，那个这个灯先放暗一下，我们用这个来给大家稍微做一个解释一下。现在请吧，这里的灯。中。好，好，咱用这个来做一个哈、哦，其实咱的在故事哈，在作品，它都有它的特征存在。这个。他是谁？这个关公，哎，郭白平，这个是人。关云长啊，关云长。对，红，伊规个无一定画红面啦吼。嗯。穿青衫，啊，佮有伊这个，伊这个轮廓有无？伊迄嘴角啊，他就长得跟人家不一样。关羽、关公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呢？这里有两辆车子。一个好、哦，里面都坐女生，好、哦，这查某的，另外啊，两个刘备的，就是一个甘夫人，一个糜夫人嘛，啊、哦，关公勾李瑟，另外一个这个算是小小的窍门哈、哦，在彩绘上面特别会有文字，文字千里寻兄，好、哦，这个你可以把它当成你讲上网哈、哦，啊，中国微博上网毛病，功课好用点。叫我，你帮我查“千里寻兄”这个字，这个搜寻一下，一人扎一堆出来，哦，他就会有解释他这一段故事怎么样。好，下一张。然后这个你会不会觉得他也像关公？有没有？是的。哦，啊，这个有一点像赤兔马，但是有时候他久了他会褪色，会变成白马。那再来，这个叫细节哈，这一把大刀。哦、你他虽然没有写青龙偃月刀，可是我们就会觉得他这一把刀被他拿着，一定是青龙偃月刀。这一件觉得像，这个像什么？衣服，对不对？它像一件衣服。关公，
挑这件哈、哦，等于他是用大刀把这件衣服挑起来，因为他不敢下马，他怕被人家追杀，所以用这来用这件阵袍挑起来，好、哦、挑上来之后，他就直接披在身上，然后就回头跟曹操，我这里没有办法，说别了，拜拜，哦、不见了哈、哦，这一段，好，下一段，好、哦，再来，这个是谁？关公，他还是关公，所以他这个叫那个特征，特征，他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特征。这个像谁？张飞，国剧的张飞，他一定要戴这种叫什么帽？花椒罗。那不是啦，搁一个名，我没事陪你。然后他的鬓角一定要像八家将，哦，这个鬓大。有没有看到他来两根鼓槌？嗯，有没有？鼓城会有时候他会在这个地方城的城额上面刻上文字，在这里他可以刻上郭霞鼓城，因为是鼓城会嘛。好，然后这个关公豆花都粘出来哦，这里是一个人头，这个是一个身子，他头没有把它刻到这里来，可不可以刻到这里？可以。啊，佮长征人，咱那迄个吼，看起来会怕，所以也佮我吊咧，啊，让他黏住，没有把他动过来哦。然后这个其他的士兵就可以当成配角，好、哦、配角，没有他们也没关系。好，现在看一下，这个是谁？是关公，那是关公。伊嘛是关公，然后这个是谁？曹操。哎，对，这个叫特征，哦，那个我顺便广告一下，那个我那本，这个最爱怕我别册的，真的，哎，那个王静，你今仔日哪对号，我也是签了号，全进步，翻一下哈、哦，它上面这个我们会选这些图，最主要就是说会把它的角色他是谁，我们把你勾勒出来，做一个图框写，这里是一。关心长，然后这边这个就会写上他是曹操，每一则故事我们都把它做这样的处理，但是第二本就要去背图了啦，好、哦，哎，好、哦啊，那个没关系，我先请你吹一动，然后因为现在我再来的，好好下一张，好，那过去吧，拍死，不听大海天神通，马雀鸡半两相同，怕我烦恼三一万。屁怪硬夹南中康，啊，这一幅画在那个台西的海口村镇海峰哦，那个银马街会，啊，建峰会南中。好，那最后一张就是要给大家祝福，哦，就是他们八仙一样，以八仙为例，每一个角色出来都有他自己的特征。他虽然没有写名字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是谁？李铁拐。李铁拐哈，这个是谁？吕洞宾。风流生吕洞宾。这个是谁？翠秋上白的那个。好、哦，那个跟着念一次了哈。丁高乐。胖胖的这个是谁？汉钟离。汉钟离，有的讲钟离权。哦，有人讲钟离权，还有一个钟离妹，不过这两个这个人物好像就不大一样的。好、哦，这个是谁？是我关雄，哎，进前才走过。曹国舅。啊，曹国舅没有错，就是曹国舅。这个嘞？韩湘子。韩湘子，这个呢？唯一的女生哈、哦，这个。蓝采儿。蓝采儿，所以说你。是金标，他说里面他是骗和谐的，他会给他一个八仙聚会。张国老，假如说他这个地方啊、哦，然后他是很欢迎大家的哦，八仙聚会就可以了。假如这个地方哈、哦，他可以让每个人施展他的手艺或者发表他的高见的，也可以做八仙贵害。啊！若假使去内底听咧，咧原地流一声大细声会烧麦啊，搞不好会对他来一出八仙闹东海。八仙来咧干乱的啦，咧乱这人乱偷鸡，吼、哦！
啊，假如说大家皆大欢喜，然后都一起要那个，他就给他一个蟠桃大会。好，那这个各位请千万不要用刚刚讲的那一小段哈、哦，看到人来发生脑瘫，哎，你个人，啊，你这间要来这个分机，这样看出来哦。好，好，那个这个就是类似这样的特征了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刚好有这个机会。那个透过小姐的问题，那他们庙怎么决定出来？匠师为主力决定，那庙方有时候他顶多是来点一下，一来做三供，还是做封神演义，但是他不自己会点的那么细。重点你要让师父能够帮你做出好东西，然后不要跟你放一些什么。不必要的哈、哦，你得爱对三路咖啡所，哎、欸，要不然他真的给你来一出哦，那个八仙大闹东海，哎、欸，这个很玄哈、哦，感觉上很玄，王继荣哈，来一个王继荣，哦，这个或者是将这个将那个啥，那个囡仔该放在两边，然后将那个和那个啥蟠桃麻姑献寿哈。你去将这个，将你用那个东方朔寿仙龙摆放伫个锅边，囡啊，做董柱家那个也是德兴工厂，它里面跟他做很多东西都很特别，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被人家搞鬼的。好，好，还有没有问题？啊，无咱脸书啦吼，咱脸书叫互相联络，我的脸书叫郭喜斌。啊，部落格叫戏骨天地啊，不敢用达人的啦。戏骨天地，游戏以古迹的天地，以及那个科技的戏骨。戏骨，好，恭喜骨。对，刚下一张，好，公布刚才过一段了，一台五 M 在秀啊，恭喜大家，交财进步，前面给公版书如意啊，这个叫招财进宝，这个最受欢迎。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